染发弄到衣服上三天，怎么清洗？染发的时候，难免会将染发剂弄到衣服上，刚染上色很好处理，但是如果过了两三天才发现，又该怎么处理呢？方法一，用烟灰处理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定量的烟灰，在烟灰中滴入几滴清水，然后将湿透的烟灰均匀地涂抹在衣服上的污渍处，静置几分钟。接下来在盆中注入清水，将涂上烟灰的地方用手反复搓洗，直至染发剂的痕迹淡化，最后用肥皂水将衣服清洗干净即可。方法二，用醋和洗衣液清洗，将米醋涂在污渍处静置几分钟，然后轻轻揉搓衣服上有污渍的地方，直至污渍淡化。在盆中倒入清水，加入洗衣液搅拌均匀，最后衣服放入盆中浸泡，将衣服清洗干净即可。以上就是染发剂弄到衣服上的清洗方法，是不是很实用呢？